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九。今天还有三包这个糯玉米，我们把它种完，然后就种甜玉米了。很多朋友说这种小袋子的比较贵，然后又没有多少，就我们去买那种一桶一桶的，或者是蛇皮袋装的，是吧？蛇皮袋装的有吗？没有，一桶一桶的有吗？是那种罐装的还好。哦，罐装的那种便宜一点是吧？但是这个确实贵。这么一点点种子花了我几百块钱呢，而且又少，种下来好像才得，应该有没有三亩地哦？没有，加上今天种的应该就有哦。一起两亩，一起两亩啊？不止，昨天的应该都有两亩了。以前我们家里有一个田一亩地的，没有这个大的。如果只有两亩，那个种子费都那么贵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估计有十亩吧。太贵了。我把这个裤子绑一下。好丑，这样子绑。不丑、哦，等一下给你看就知道。因为它太长了，没有改。我还可以这样子折进去的，丑吗？丑吗？看，丑吗？嗯，还可以。准备去打种子了，那个你吃不吃？你到底吃不吃？稀饭，你到底吃不吃？不吃就去打地了。老师在打工。哟，等老师打完。不会看那个，看那个狗啊，不会开钩的。人挤压人挤就行了。我都打好种子了，快点。这个我都白了。就你的碗。把这放在这里。那你准备了？哎呦，半天不拿了，就是。带个果子。可能回去挖了点土扔一扔。好像天快要下雨了哦。有一点像了。会不会发洪水？不会，这么少，那么要一年下五六天那种大的哈，就绝对有洪水来了。那你这是买好的一点那个抓鱼的那个，准备抓鱼的。那有如果下雨的话还好哦，我们才种下去那个玉米。下雨要天气好。走了，可以开始了，刚刚长起来了。走了，你妈吃，快点吃啊！你自己吃不吃啊？好的。吃完鸭肉啊。吃到中午两点钟就收工了。我们今天搞完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出去发货了。昨天没有发货，我们下午发哦。干嘛熄火了？脚太多树干了是吧？小心你被刮了手。来，你拉出来一下，拉出来，慢拉不是，不是这个口了，这边这个口了。好。这个艾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早上吃的那个艾草，闻到我就是吃多了。我来打这个，感觉好像是吃多了。是不是连打了药水我家给他吃了？不会啊，那我也吃啊。你没感觉啊？没有啊。是不是你有问题啊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现在一蹲下去闻到这个我就反胃，我现在就有点要反胃了。那你不要弄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我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闻不了那个艾草的味道。不知道是那个吃多了还是什么，还是早上吃那个老坛煮那个鸡蛋一亩草吗？
那是不是人家打药了，不知道我们摘回来吃？要不去看一下医生吧。去村外面那个哦，看一下哦。不可能，我只是感觉吃了那个东西好像不对劲。那我不知道，太难受了，我要去村口那里看一下。